一早，早上的12:15，我们今天公开两个号码，一个是539，一个是台湾大乐透。我们来看看大乐透，今天是12月的第五次开奖，大都已经开了第四次，我们中了两次，两次的两个全车，还有那个三星，啊，都中，啊，三星我们中过两次，啊，总共三星这一组牌已经赚了34000块钱，你不懂算，我教你算。好不好？我们中过两组三星啊，然后中过三组，等于三组三星了啊。三组三星就20000多块，再加上全车就已经赚，加起来后通都已经是30000多块，加上两星的啊。全车今天第五次爆牌42，全车42 ，B 组牌踩住134，我们都是踩住134，我们用本小利大方法，42第一注，17253四第二注。13233343第三注，啊，42第一注17253四，第三注13233343。我们之所以会公开告诉你，我们是有实力的，啊，我们已经中了那么多次，这个月也前半个月来也赚了不少钱。希望今天我们下半个月不再公开，我们通常就是月中公开，啊，下半个月不公开，绝对不公开。你今天中了，你赶快参加我的会员，要不然你看不到这号码的，啊，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因为赚钱哪有说免费做白工啊？赶快加入会员，有问题打电话到0979-04-04-92来。我们大乐透已经中奖几率从开始到现在才没有六期而已，我们就赚了34000块钱啊。到大概5、6期，我们赚了34000块钱。